是阿里山的出口游客中心。这里是杰密潭的环湖步道啊，不是潭吗？怎么是环湖呢？哦，环潭步道，好，好，不要再讲话哦。对啊。他这样子接回去的啊，不是很简单，有没有？做醋
个樟树头。去木群步道，然后一边过去还有一个叫做木兰园。这边是巨木群步道二号。哇，这个阳光真是棒啊！你看，往上拍。不是不是，超棒的，你看，呀，你看，阳光。你好，神木了吧？管他的，到处都是树，管他哪里。没错，这是红块，就是这一颗是红块，所以这个是24喽。这矮山神木，这个是之前我在这边直接行转的地方，后面就是巨木栈道二。我说这个是不是之前那个铁轨在那边做直接行转的地方？然后这个是神木。是巨木栈道二，这边是巨木栈道一。如火如荼啊，莫慌啊！这是神木车站。这就是之前的阿里山神木。现在就是种子到倒木，这是神木车站。神木无机，像你神母，像你神母，你在这边。哦，对，这是第二代，二代母，三代，或者是下雨水三代母，呼啦呼啦，也可以，呼啦变寒热了。
这棵树是怎样？Hello， 没有230公尺。